62.7，62.4，62.4。两位选手在场中对视。说靠腰要打你就打大力一点嘛，打那么小力像娘炮一样，我就觉得说到底要干嘛呢？要打你，你又往后退，我就觉得说这种人就是他可能怕觉得明天可能没有这种画面，所以今天先来一点，所以无所谓，大方一点。所以刚刚是他先动手推你啊？对。所以明天会好好偷袭呀？肯定是会的啦，闭嘴啦。明天肯定是会的啦，只能说因为我练的时间也短，那只能说尽我所能的把这场拳赛打到对方鼻子断一段啊，肋骨断一段，是我希望可以看到的画面了、啊，所以一定是会尽全力打的。所以胜算来说的话，我自己身边的教练给我蛮多信心的，格斗的人都跟我说，中北胜的底子其实很一般，那所以才会练了4年还是长这样。昨天直播的时候有说，明天这场拳赛一定会有人流血，这、就是绝对的。你觉得哪里？我觉得对方彼此喷鼻血是绝对要留一点。明天来说我相对来说跟他比起来了，至少在抗打也好，或者说平常训练的品质也好，我觉得一定是比较高的。那跟你们女团好像没有结合。他整天说自己赢定嘛，比如要是你是一个真的练了4年的人，觉得自己很强，去对付一个新手靠腰，那怎么可能会怕这种东西呢？就是。